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在天台，去吹风，现在回去。你呢？我东西落了，回来取。你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呢？ 电梯来了，灿灿，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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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琪琪，你在公司吗？我被困在电梯里了。好，快点啊！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。 会是这样。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嘛，我前两天看韩剧还看到过这样的桥段呢。你回来这么久，我是不是一直忘记跟你说一句话了？什么？恭喜你！ 终于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了，看你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我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。是吗？这些年，你有……天爷，你没事吧？ 真没事儿，苏小姐，你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天野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宵夜？苏小姐要不要也一起来？我不了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我知道了。 吃顿晚饭吧。你要吃什么？都可以。火锅吃吗？刚毕业那会儿，我们大家还经常回练餐厅聚餐。猎人还在吗？嗯，味道还和以前的一样。 有空可以去尝尝，正好最近毕业季了，还可以回学校看看。嗯，好快啊，又到毕业季了，感觉我们毕业还是昨天的事。一直很遗憾，当年没能赶回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。 人生一些重要的时刻，都是要错过的吧。比如呢？没有比如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灿灿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没事吧？我的钥匙。别管钥匙了，我看看。 疼吗？曾青年。
估计是扭伤了。我家就在附近，先去我家敷个药吧。钥匙，明天再给。不用了，我能走。啊！你确定你能走吗？上来。